鄉親，等下大中華新聞的現場，現在想要看花海哦，不用專工開車到台中，在咧花壇東外環道路邊啊，大片的這波斯菊花海當在咧盛開哦，民眾哦不妨趁著這幾天難得的冬日日頭哦，來到花壇東外環來欣賞這片波斯菊花海，替今年留下一個上界水的鏡頭。就伫咧东外环路边，无想要注意看，嘛真容易予这片花海去淹去。多过民众是真自然停下脚步来赏花。漂亮吗？系啊，嗯，对。那就是这边环境怎么样？对，环境不错啊。嗯。他会不会想再来？会啊，如果系啊，明年有再种就会再来。有过路人停车来欣赏花海，嘛有民众专工为园林徛奥多拜来。我们是这附近的人啊。我们是这附近的人啊。他，啊，常常来吗？昨天花开了，漂亮的才来啊。嗯，他觉得这里怎么样？蛮不错的啊，很少人啊，只有我们在这里玩，玩得很自在啊。花坛乡公所指出，公所鼓励农民伫咧日期就做收割了后种绿肥，由农业科提供肥质。这片位在东外环道路边的花海，每年都会吸引真侪游客来这赏花。啊，阮东外环这片花海吼，啊是吼交通这么便利吼，啊你看足侪人吼，因为安那吼被它美景吸引吼，啊驻足留下来，啊其实这周遭吼啊扩散出去都足侪好的物件。啊，我讲最近咱的水果非常的多吼，咱的小番茄草莓种着是吼，啊过来呢，咱的木瓜干的菜收，啊樱桃嘛真好食。特地带小朋友来吗？对对对。怎么会选这个地方？从网络上面看的，结果来不虚此行，番茄很甜，交通便利，又够真好找的花海，目前当地的盛开。香港所嘛呼吁民众来赏花的时阵，千万唔通乌白蛋粪扫，嘛唔通凊彩落田来办花，让农民伫咧开春的时阵较好种植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花坛采访报道。